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名人站，我是 Ellie。 在 Gucci 入面 Padlock 这个系列就出了很多很多款，无数咁多款大家都知道啦。最经典的就是 Gucci Signature 皮的肩孭袋了。它这一款袋的设计灵感来源是来自于档案袋的，同时附有皮夹的锁匙套，可以挂在袋的外面做一个吊饰。它还配以了一条活动式的链条肩带，它还采用了 Gucci Signature 的印花皮夹，令到那个触感更加厚实，图案也更加清晰。跟住落嚟呢一款是今年的新款，它是一个小型的肩孭袋，采用了 GG Spring 咧帆布制作嘅，亦都加了一个竹柄做一个手环嘅。它除了这个竹节手柄这个元素之外，亦都采用了 Padlock 这个纯金属的光面锁扣。Gucci 这个设计简直是将经典细节融入在现代的造型。它有一个坚固立体的袋身，配合了这个 Padlock 的翻盖开合设计。再加上有一个可拆式的链条和皮夹肩带，令到手腕袋造型更加丰富。还有一个小知识不得不提的，就是这一款袋它是采用了的是环保物料来的。想了解更多的详情，就拿起你的手机加我的 WeChat 和 WhatsApp 啦，或者落到去门市找回 Ellie 邓小姐。下次见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